第八题，杰伦拔下了一根鸡的羽毛，将其点火后，发现末端卷曲，会变黑，且有些许的恶臭味道。试问下列何者跟这只羽毛的成分性质最为接近？鸡的羽毛就是动物性纤维，而我们末端卷曲跟有臭味都是动物性纤维燃烧时的特征。那么我们就要选动物性纤维，像我们的 C 的毛料跟猪的蚕丝。所以这题的答案呢有两个。第八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何者跟这只羽毛的成分性质最为接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毛料纤维，还有猪蚕丝。